又来蘑菇了，为什么老请我来呢？我这么难伺候。哎呀，疯了。我好热，我好热呀、啊！我这也太热了，呜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地上，这地上这个石子是所有箱子的杀手啊！我的小龟龟，这没有走到那儿就被晒干了。腰有点疼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条路还要走很远吗？可能直接走到蘑菇屋门口，我就紫外线过敏了，就去睡觉去了。明天早上见，朋友们。你们蘑菇屋的这个路是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长，是为什么呢？太累了。太可怕了，还是没有人迎接。嗯，陈赫来了，有没有人？哼，来，咱俩聊聊，咱俩接着再聊，他根本就不理他。有没有人？可以啊，这个地方就不看了，让他自己在那演，就不看了。这是丹丹姐吧？有人来了，来了，贺哥，动画团，咚，哎呀，我们说就根本就不理你，完全不理，就是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边我又很热情，这边就是完全是一透明那个状态，千算万算没有想到这一步啊，贺贺呀，啊，来霍霍你呢。来，黄老师，丹丹姐，又带了个小乌龟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哇，这个就那叫拓是吧？哎，叫拓，你怎么叫拓？你们动漫？对对对对，丹丹姐，娘、哎，好久不见，哇，真好。哎，我把这我给你拿去。哎，对对对，动漫一个人太孤独嘛，对不对？得有个拓得陪着。嗯，他贺舅舅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们蘑菇是为什么要我来捉你们呢？哎呀哎呀哎呀呀！他舅舅来了，子枫，舅舅，贺哥，你昨天不在太可惜了。你看，这就对了吗？对呀，你们刚吃过饭？刚吃完。你是饿吗？我也不饿，我就等着晚上那一顿，就盼你就在这喝会儿茶，一会儿就结束了，今儿就杀青了。对。哎呀，太舍不得了。哎呀，真是。这一季结束真快。这一季快不快不知道，反正这一集是很快。哎呀呀呀呀！笑给我笑翻了，这么草率吗？这么草率吗？总得吃一顿啊！每天来，每次来我都为了那一顿呢，还有那早上那一顿。真的真的，今晚什么准备？没啥都没弄呢，你啥都没弄不行啊！哎，十全大补汤3.0，3.0。真的，我想过了，一路上看过来，有椰子，做一个海南椰子鸡，上海椰子冻，北京椰子牛，江西椰子螺，今晚做一个全部椰子宴。啊，你可以你摘一个吧，一会儿。没有储备吗？没储备。是什么时候对他下手的？陈赫老说这番鸭特别好，太好了。番鸭炖芋头，你知道福建名菜那种，芋头和番鸭在一起。他一来了就点菜，真的。你在家你都没吃饱过，看样子你这个俩孩子给你累的。做的太好了，是吧？黄老师做太好了，太厉害了。其实还蛮大的，我们这做应该可以。好，然后，可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摇吗？给你们摇吗？摇摇，我来给你摇下去了。走。
呀，哇，好舒服啊！我的宝贝，闭上眼睛，睡呀嘛，睡在梦中，摇篮里的花。我觉得这个比现在躺在床上舒服，对，因为床上现在有好刺的样子。主要这还能摇一摇。走啊！让何老师给我们聊。陈鹤楼八图俩字儿火。惊悚、恐怖、油腻，特别美。哎呦，我给你好萌乐的，点到笑去了。萌萌。哎呦，给捧哭了！捧过又中了，点了笑穴，就戳到了你的点吗？对对对，捧吗？他能回去啊？他回去，他自己回充电座去，着急。这个好啊。哎，赫赫，你既然来了，你给他做个罐儿呗。这个搁两只有点挤。嗯，不紧，这小呢，他们。他这将来还得长呢，这玩意儿长得快着呢。龟也长了，华生，真的真的长，龟真长挺快的。我也长得快，三天以后就放不下。哎，巴图正好也擅长做手工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可以。哎，那你们俩赶紧吧。行，来得及，没事。咱们进屋躺着看他俩能耗到什么程度啊。哎呀，你进来干嘛呀？看一看嘛，看一看。你去做陶罐去。做陶去吗，赫赫老师？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啊、嗯、他们俩现在的这个 size 哈，嗯，太合适了。知不知道乌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有多么的难？乌龟讲的是养生，嗯，对吧？它是一种龟息、嗯、就不能动，不要动，对，动了就违背它的那个，它就不是龟了，它就变兔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变成就是快的东西它就得慢，是吧？重在归西。哎呀，哎，人家客人来都是热情的接待。对，陈赫来了，我们回屋睡觉了。哎呀，太舒服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欢迎你跟我姐妹坐。你做过陶吗？没有。我也没做过陶。那得多吓人呢，咱们俩，啊，一点都不吓人，你不想试试吗？可以，行，现在4点，也差不多了，陶艺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好了呢，我的东北的波尼巴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你莫掉，哎，这个颗粒也是不是大的那过分了？
这个结石啊，我们俗称肾结石，这个东西过于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这么黏啊？怎么比我想象中黏那么多？感觉跟我想象中的不是很一样。你有一只手还没有用是吗？对，你可真够不投入的，我脚都快上进去了。你想啊，现在四点多了，我们俩弄半天，可能到七点多，黄老师菜做好了，能等吗？也不礼貌。就包起来吧，咱们就糊在上面，变成一个铁桃。那就这样吧，可以，踩大铁桃，然后说你看我们这个做的多均匀。对呀、啊，我妈等会儿见着了肯定说，哎呦你们这做的真好，奇材，旷世奇材。我跟你说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哈，一定不能留白，留白就是露馅儿。对，咱那活得细了哈。对，咱们俩可以做个这个，做个饼，是这耳朵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做外面的雕花，咱们弄一个纹路啊，要流线型，就是螺旋状，螺旋状，太漂亮了，哎，龙鳞，这是。我觉得咱们这做好了，可以以假乱真，这可以得奖，我跟你说，完大师都鉴定不出来。我也醒了。我不知道我是做梦还是什么，昨晚我们俩一起在嘿嘿嘿，很逼真。你快点去换上，好，来两个小 T。准备好接受热辣辣的阳光。有人出来，赶紧赶紧糊！有人出来了，赶紧糊！快快快，大概先糊一下，快快！你先糊上再，再那个纹儿，先不留白，先不留白，赶紧歪了歪了，快快快！藏着。听俩人聊的倍儿好，我特期待他俩做出一个罐子是啥样。这俩人。怎么样啊？少不少泥巴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厉害呀！是不是？你看娜娜觉得好厉害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那我们还是有东西的，有东西。啊，这个是你们弄出来的？厉害吧？那这个是哪个部分？就是说，就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选择，所有的握把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当然了，肯定的。我期待你们的作品。你就期待就对了，很好。你先等啊，我先处理里面的这个纹路。哇，做的好棒啊！你们俩太有才华了。嗯，而且每一个方向的握把都有不同的感受。但是里面有脸盆，它能烤吗？可是，但是没有想到是里面没有脸盆。这里露出来了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不做出来了吗？而且做形状还非常好，对吧？特别工整哈，初学者能做成这样，真的不容易。哎，关键可惜我那搪瓷盆了。我觉得可以烧了，来吧，走。失传已久的技艺，朋友们，你们有幸啊，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欣赏这个物件。